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许许多多奇怪的桥梁建筑。不过说起桥梁建筑，近几年我们国家的进步确实是飞一样的速度。但小编今天不说咱自己的桥，而是一向不走寻常路的荷兰。在这个国家有这么一座桥，河下开车，河上划船，你能想象得到吗？是谁规定路面就一定得修在水面上呢？身为创新不断的荷兰人，偏要剑走偏锋，还真就修了这么座与众不同的桥梁。位于荷兰哈尔德维克附近的 N302 公路上，就坐落着这么一座奇怪的桥梁。乍一看去，这座桥就像被拦腰截断一般，中间是空的，但车子又可以从一边通到另一边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其实这段看似隐身了的公路是被隐藏在这片湖面之下了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自己眼花了。脑洞大开的荷兰人将桥与河的位置做了互换，把桥建在河水下面，而把河流又引到路面之上，从而建成了这么座神奇的桥梁。在这座特别的桥梁上，每天都有无数车辆从河下川流而过，而中间的湖面上则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船只经过。很奇妙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佩服荷兰人的脑洞呀？要说不走寻常路，这世界上荷兰人认第二，还真没哪个国家敢轻认第一了。这座桥不仅神奇，而且外观也相当的漂亮。因为其特别的造型，这座桥现如今已经成为当地的热门旅游景点，多少人慕名前来感受这种奇特的感觉，吸引了无数游客。小伙伴们，看过之后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呢？这么特别的桥，你想亲自体验一下吗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。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